50岁陈慧琳现身小餐馆，身材纤细似少女，与助理挤狭窄小桌没架子。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透露自己在小餐馆偶遇陈慧琳，并晒出了视频。视频中，陈慧琳身穿粉色套装，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包，看上去非常有气质。已经50岁的她保养得很好，皮肤紧致细腻，身材单薄消瘦，好似少女一般，不愧是女神。由于餐馆内人非常多，陈慧琳进店后一时间几乎无处下脚。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才找到了一个小桌子，她和助理这才落座。陈慧琳如此随和又接地气的行为也得到了网友的赞赏，她成名多年，是不少人心中的女神，但私下出行却是如此低调，真的非常难得。陈慧琳虽然出身名门，但她为人低调有爱心，出道以来零绯闻、零是非，还十分热心公益。难怪陈慧琳会收获这么多观众的喜爱，希望她越来越好，永远幸福下去。